你知道恋爱都逃不过大数据吗？继续说。OK， 我比较信星座那一种了。我可以帮你找到对象哦，靠这个。嗯，真的假的？不信你用我的手机自拍。等一下啊，我这里有个神器，一键可以匹配10个小姐姐给你认识哦。十个小姐姐不够多啊？不是太多了，这什么海王软件？我没有这么花心了。那你选一个嘛，这个。对，我不喜欢这种啊，这种吧，这是对，这是我喜欢的类型。OK， 那我可以把你约出来。真假的？你不相信我？对。他还没有来，我们要等多久？太冷了，好冷，你不冷吗？哦，但不 kiss 你，男生可能比较喜欢，但我现在不喜欢了。我现在喜欢992多一点。哦，四个小姐姐看到没有？我有点酷哦。哎，你有没有觉得他有点眼熟？像不像是我们要找的人？你仔细看一下。快点，去看一下，去看一下。小姐姐，你叫科科对吗？啊，你怎么知道？就是你是不是在爱聊上有约一个男生出来见面呢？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知道？这是在拍什么？我们是做节目的，然后想记录一下你们见面的一个过程。有点。但是我们拍节目是有奖品的哦。哦，有奖品。嗯。哎呀，早说嘛，可以。我方便问一下，那个车是你的吗？那个车是我哥的。哥好酷，因为我哥哥比较野。那我先带你过去找他吧。可以啊，不错，配色不错。其实我一直让我哥把他想化掉，这个颜色有点太炸眼了。不会吧，我觉得还可以，绿的好鲜哦。这个好绿呀。然后小哥，你多大？你看着我感觉像多大？00年呢？差不多吧，我20岁。你不要笑。觉得图片上的那个男生怎么样？挺好的。挺好的。我是不是有点不太矜持？不会不会不会，我澄清一下，我只是出来交朋友，要不然让我哥看到有点不太好。你要自己找，加油。已经看到了。来吧。他可爱，对。要不你们面对我们聊吧，女生的外套要不要我帮你拿？好，包也给我一起吧。谢谢。你有过这样的经验吗？这样的经历吗？没有。是挺突然的，他们跟我说可以找10个女生。你我觉得跟他聊天就是不说话也不会很尴尬，真的，这个，好对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我还好其实。见到对方的第一印象是什么？像是一个暖男类型的吧。暖男是褒义词还是贬义词？不好意思，就是会照顾人啊那种的。那你觉得就是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应该是个很懂事的人。你多久没谈恋爱了？好久了，我手机还下了一堆的软件。那你觉得爱聊怎么样？挺好的，其实我发一个动态，他都过来找你聊天。就你这么说，应该特别多男生找你聊天吧？我这么说不会像在打广告吧？爱聊上都是实名认证的人，匹配还都是同城的哦。下载口我会放在视频左下角，防止下错哦。你们现在有一个挑战，数字123里面你们选个数字。一就是男生公主抱女生，对视10秒。这不是暴露我的体重了吗？我觉得还是可以试一下，你说呢？